神的荣耀能在一天之内充满整个世界吗？上帝的知识能在一天之内覆盖全地吗？每个人都能在一天之内以所有已知的语言和方言听到神的话语吗？福音能在一天之内传遍全世界吗？传遍每个家庭、城镇、城市、国家和大陆，在一天之内。是的，一天之内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用上帝的话语覆盖整个世界，为这一天做好准备。2024年12月2日，初级世界日。到了那一天，我们所有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世界各地用他们想要的任何语言分发话语的实际，他们都会得到它。我们将把话语的实际带到繁忙的生活十字路口，去高速公路和树林，去办公室和商店。我们带他们去理发沙龙，哪儿都去，公共汽车、出租车、计程车、火车、飞机上。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分发话语的实际。每个人都会得到话语的实际。你会支持我吗？告诉我，你会支持我吗？我们将会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成功的。欢迎参与初级世界日活动。